同学们，请把你们的课本拿出来。不会吧，这妹子是来找我的？等等，那害羞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啊？Estoy un poco nervioso. 我有了你的宝宝。Arrepiéntete, hijo del diablo. 这是我们的宝宝，三个月了，你能感觉到吗？Pero qué ha pasado? 你不要说的跟真的一样，拜托你谁啊？我们根本不认识好吗？Eres un grandísimo estúpido. Tengo miedo, tengo miedo. 20 minutos después. Hoi. 刚才我们的宝宝对我说，他腿短，跑不了那么快。你要体谅人家嘛。Y dale con eso. Unos momentos después. 同学，同学，我们不熟啊。你说什么？你这个负心汉！ Pobre hombre. 这是我们的家事，不用你们插手。都给我让开！你跟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否则，我靠，大姐，这是闹哪样？我们真不熟啊！出来了！今天是中邪了，我怎么会？好耶 ！Por un demonio lo que faltaba！ 好你个江好意，你不在外面偷吃，把自己的两个儿女都忘了。你这个负心汉，怎么对得起我们母子三人 ？Apenas es el comienzo。人渣，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他们三个我一个都不熟悉。El macho， 快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娘子，抓住他！不是我的。竟然把蛋糕放在天台上，真浪费。爱神巧克力会让使用者产生爱的记忆。如果你和别的女人一起吃了它，那你就会成为他们记忆中的恋人。Vaya, eso explica muchas cosas. Ding dong. 小子，不用谢谢我，好好享受被女人怀抱的幸福吧。幸福。March, la pistola.好耶。奇怪，浩一去哪儿了？是你！哼！哇，好险！哎，怎么没看见夏子彤呢？没想到你这个负心人，除了我之外，还有那么多女人，让我和孩子怎么办？我也只好。Diablo, señorita. Ay. Me duele. Mira ese potencial. 才多大呀，就干出这种事儿来，就是就是。Hermosa. 真不愧是校花呀，既漂亮又温柔。哎呀，我在乱想些什么呀？浩一，你是专程陪我来做孕检的吗？这个。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Porque es lo que un hombre hace。夏子彤，你的化验报告出来了。Agradecido con el de arriba。
有了，走，我们多来点好东西补一补。这方面我可在行了。Qué suerte tienen algunos. Dos horas después. 阿姨，我们到了。欢迎小姐回家。Qué buena onda。没想到夏子彤竟然是个千金大小姐。这么完美的女孩，还有什么我能替她实现的梦想呀？ Algunos centímetros más tarde。浩一，我还记得上次你来求婚的时候。我江浩一虽然没房没车没工作，但就算是捡破烂，我也会养她一辈子的。La verdad, las cosas como son. 不好了，不好了！学校那边打电话来说，小姐被一个叫江浩一。Ese compa ya está muerto. No más no le han avisado. 江总理什么？干什么？江总理什么？都说了不要再打了。你们，阿雅汉，小姐，拜托你别再说了。快，跟我来。我。这里是夏子彤的卧室。Sí, te quería agarrar, puerco. ¡Cállate!